今年可以应该有好表现嘅，今年向市委员会啊，仲有我哋北区民政事务处主管阿黄淑娴女士，啊，我哋好多人揾佢帮手噶，佢俾我多钱啊嘛，仲有我哋考岭分区小组主委官阿关子祥，我系请唔到啊，同埋佢同事阿市民关爱组嘅阿谢丽强警长，同埋阿李志健警长，佢哋今晚好多得佢哋啊！佢哋好顺利啊！你唔好揾佢做藉口啦，佢廿岁，仲有我哋长山市管理委员会阿陈金华主席，有冇片到太快啊？我哋都唔出，同埋呢个布吉同乡会嘅，我都好想嘅会员同埋理事，各位常品沙打四区乡事委员会嘅执委同埋村长，啊，仲有我哋马来西亚田下村嘅乡亲联会阿叶瑞刚主席，同埋处理主席阿叶放柱，同埋所有马来西亚嘅乡亲，英国田马克村乡亲联谊会嘅主席阿叶一凡，你唔快走啊？阿叶放清副主席同埋佢啲成员，以及你而家搞掂所有海内外香港，我哋两个部相机，一阵间帮我同阿乡镇主席会面，各位嘉宾、各位村民，大家好。恭喜发财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同埋幸福，心想事成，万事胜意，老人家兼寿添福，细路仔咧就学业进步，快高长大，做生意嘅就生意兴隆，两班一族咧就步步高升，大家财运亨通，横财就手，马运亨通，赚大钱，咁多啲落去。十本村就中过好多次头奖噶啦，今年咧就又破咗纪录，破咗旧年嘅纪录170。今年我哋系延开210席，上边都坐埋嘅，俾支掌声大家，多谢大家嚟参加。本村嘅村民咧，无论佢哋住喺边度，对家乡嘅情怀咧都系非常之强烈嘅。热爱家乡，呢个系本村嘅福气。我哋几个做村长嘅咧，好开心。其实咧喺60年代咧，村而马坑村嘅1000多年嘅历史。而当其时，我哋依家呢个建修学校咧。有300多个学生，咁啊分上下五班，因为学生太多咧，可以讲多几次，有啲咧就但系未必要有晒五班嘅，我今日我喺地下，因为包括唔系讲多次你就可以嚟，咁啊呢条村有好几百个大学生，大学生、硕士、博士、教授、大律师、律师、医生、工程师、专业人士、企业家。各行各業都有嘅，有好多畢業都喺呢間學校畢業嘅，好多，包括我本人在內，我村長都係呢度嘅畢業生。四個人邊個唔識㗎嘛？因為禁區政策咧，60年代開始禁區政策咧，搞到咧不能生，為咗生計咧，村民咧冇法子啦，有陸續咧要外遷，一大部分咧就遷咗去歐洲、英國啊、馬來西亞、美洲其他地方啦，美洲、亞洲其他地方，好多咧喺大陸嗰邊。依家計起上嚟咧，我哋村嘅居民咧，應該係超過100。所以係非常代。喺上世紀90年代咧，本村咧已經爭取開放呢個禁區。更喺2000年代初咧，北區上品沙打四區鄉事會咧係聯手向政府爭取開放禁區，終於咧係成功爭取嘅。政府咧承諾咧就會逐步開放禁區，分3期。咁我哋蓮塘咧就係最後一期，第3期。好。
打富靚區同埋連環坑咧都係開放，但係咧好搞笑嘅，天口嗰喺旁邊咧就係、是、邊境禁區路，仲係禁區，仲係要攞多句子，仲係要查，真係無稽，點樣禁？點開放啊？就打開放。政府嘅開放禁區咧，本來咧係承諾咗咧，喺呢個蓮塘口岸嗰度咧，個管村咧就係、是、會開一條新路，係雙線行車，同埋兩邊咧都有行人路。公共巴士咧就可以直達到管村嘅，仲有咧佢話仲會開單車徑俾我哋，但係政府食言，多年嚟咧都冇做任何宣傳交通嘅道路配套。自從2016年1月4日開放咧，嚴重影響本村嘅民生。喺週末日咧，香園村至蓮塘坑村呢一段路咧，呢條單線路咧係車多、遊人多同埋單車多。但係咧，仲係單線雙向車路，道路咧係非常之狹窄、複雜、危險嘅，人車、單車爭路，險象環生。政府咧不負責任，但係我哋唔會放棄，我哋會繼續向政府爭取擴闊入本村呢條路。呢幾年嚟咧，本村咧都成功爭取到好多好多同事啦。有啲雖然係未做嘅，但係都成功爭取咗。有業界反對啦，你認為呢個發展不正，同埋政府咧係撥咗過千萬去收集嘅，已經收集到啦。我孫中山嘅銅像啦，喺我哋村樹立啦，呢個咧就係我哋村所有百姓同款嘅。烈士宗祠咧就係、是、被評級咗噶啦，咁啊前期嘅政府收執咧，前期咧已經完成咗噶啦，咁啊咧好快咧就希望今年內咧可以展開第二嘅工作。咁啊仲有咧，我哋係成功爭取翻嚟，我哋失去咗廿幾年嘅山頭，我哋同山頭啦，包括整個紅花嶺啲山頭係超過1000公頃嘅。日後咧，紅山大學可以政府咧，亦都係繼續承諾會保養我哋本村嘅水喉同水管，亦都做咗好多民生水管。排污渠咧，即排污渠咧，原村嘅排污渠咧，已經係所有嘅市民嘅萬寶啦。咁啊，不過將嚟咧，都係會成功嘅。仲有咧，就係、是、年前咧，政府咧就幫村民安裝呢個噴霧網，咁啊，基本上本村嘅基本上好多屋咧已經係就安裝咗啦。預計咧就好快會安裝呢個新嘅噴霧俾啲村民。啊，同埋咧，舊年到依家咧，呢、這個地政署咧已經嚟過好多次㗎啦。就是研究，即是呢個我哋新嘅村所，係政府係會換地100呎3層高嘅村公所，選址選好啦，就喺呢我哋個遊樂場上面對上嗰度，同埋個牌坊，我哋個村入嚟個牌坊咧，都會喺我哋村口大門化工嗰度咧，亦都地政署嚟咗好多次啦，都篤咗地嘅啦，好快咧。都會係應該係今年之內定喺呢度咧，我就要非常之多謝感謝我哋30個鄉事委員會個鼎力支持，多謝我哋阿李冠雄主席同埋阿李炳華總副主席，企喺度俾我啲村民睇下啊！多謝佢哋啊！仲有曾祖安，今日去做旅行葉發展工的神位已經安裝在葉氏公司的遊廳，你們全民拜祭。我們關帝呢，關帝這個廣告圖像已經更新了，因為新的圖像是很威風的，威風凛凛的。礦山
邝子容先生的仔，我哋后后生容华嘅仔，打算喺古村，我哋村口嗰度咧，就竖立一个石碑，介绍佢父亲同埋邝山嘅事迹，因为好挂念佢。仲有咧，佢有几样大事纪要嘅，就系、是、第一样咧，系2015年9月份咧，我哋莲麻坑村村志咧。是已經完稿，更在呢個新界鄉議局舉行了發佈會儀式，是非常成功。呢個村志咧係一本小型的百科全書，講十個村嘅，內容非常之豐富嘅。咁咧一陣啊，阿劉教授咧，劉教授簡單地講解一下。咁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。就是我哋出年，即係舊年先發現嘅，阿佢阿爸佢發現，就係我哋香港足球代表隊個隊長兼龍門阿葉紅輝，原來佢係我哋蓮麻坑原居民嚟嘅，佢拜住口嗰時咧，佢都冇出聲，係我哋早就搞呢啲，咁咧佢阿爸咧就係阿葉歡和，佢啊。伯父咧就係官王，唔係祖父咧係葉友，葉友係喺呢度，同埋咧馬來西亞，馬來西亞做翻，所以變咗馬來西亞做親戚。佢嘅倡議成績啊，係真係為香港增光。江宗耀總係我哋村嘅光榮。你叫咩？葉紅輝啊，葉青紅輝啊。海邊嗰度咧就有佢一本小冊子嘅。因為我哋村子做好啦，所以咧小冊子咧邊個需要話可以攞，我哋會工作人員攞入俾你要得啊，即係講下葉紅輝嘅事蹟。今年咧就係破曬紀錄㗎啦，啊，咁係有啲贊助嘅席位咧，同埋村民嘅席位咧，同埋義工嘅席位咧，同埋工作人員嘅席位咧，都要擺上去。因為呢度係150多席，可以擺60席。因為今年係210席，咁所以擺咗上。咁咧，仲有間房間喎。喺呢度咧就希望大家樓上嘅啦，我哋講啦，樓上嘅大家要走一下啊。咁咧，喺呢度咧，我哋要感謝沙打兩區嘅景區。我哋協助我哋，即係呢個。你企到可以揾，黃生你企到可以揾。睇到呢個交俾你，揾個村民企到 OK， 好順利咁樣。多謝大家。